印尼政府最近屯林内乡林北沙溪建造农业博览会的亮点沙溪，将艺术家起个飞彩改造沙溪景观，外加改闹哦居民路光改好，也成为希望成为林内乡新的观光特色。小朋友托手下，反应该喊公公，莫怪小朋友没想话乡下来教，因为还有苦劳去来帮助个老农夫。因为作品抢回正业捐款，虽然几名款到都涨了水务费。安做的昨天讲，要人啊都马上安做都给放错的咯。哈啦，无鸟吓到啦，这出镜一下呢，现在，哎啦。你系配合天晴天貌创作出来的作品，比普通直接款到的笔画更加上正境界，所以安做系普通式的笔画。你系配合今年底所要举办的云林农业博览会。云林县文化处特别请艺术家来量，为亮点社区做环境改造。它是有某一些就是特别的动作存在，就是你可能可以跟它拍照啊，就是可以跟那个你画的东西产生某一种连结，这个就是比较偏互动式的，而不是只是单纯一个图案在。本个讲的东西，讲的花来到人的自家的环境，吼、哦，本大家自家看到哦，感觉讲生活的品质吼、哦，慢慢的要提升啦。因为田种蔬菜，人的看到按贴片的作品，居民们起到动工匠，有人在社区产业文化协会施工，未来不够邀请是参加国际涂鸦比赛的团队，来到并在社区做彩绘。希望透过艺术家创作，本社区可以排解受到大家的注意。客家新闻李新龙，云林报道。